巴基斯坦反叛武装发动袭击，最少有34个人死亡，另有几十人受伤。英国与欧盟达成政治宣言草案协议，规定了英国平稳退出欧盟的条件。美国指控伊朗违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承诺，未有通报与化学武器有关的活动。特尼斯公务员发起全国示威，抗议政府拒绝加薪。泰国清迈举办传统佛教天灯节。